大家好，我叫张梦贤，毕业于纽约大学舞蹈学硕士专业。我的性格热情开朗，我特别喜欢和人交朋友。我爱好唱歌、舞蹈和表演。我曾经在中国有两年的舞蹈教学经验，经常带领学生参加各种大型比赛和演出。今天非常开心能够站在美国亚洲小姐的舞台上来展示我的特长。我觉得一个女人的美丽不光光是外表，更重要的是内在涵养和性格。只有通过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相结合，才能真正给予一个女人内外兼修的美丽。所以我喜欢一切与美有关的事物。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次美国亚洲小姐的比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参加选美比赛。我不在乎结果如何，我更看重这个过程。我希望这一次选美比赛能够给我自己带来我人生当中另外一个层次的提升，能够很好的锻炼我自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张梦贤。跨国红妆竞姿彩2016年美国亚洲小姐竞选总决赛是由以下主要赞助商赞助：林氏纽约区域中心50万投资移民，彩福楼大酒楼，金星小吃店，米卡和味日本料理， K1 卡拉 OK， 胡氏玉清会计师楼。